我哋将你心里的重担挪开，因为你的思虑能够增加你的受数，就让你好好地享受你的面前，你的亲近，你的提醒，你的爱的滋润。多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。正话嘅 sell 啲人提紧我哋今日嘅主题系选择，咁我哋先知嚟睇下乃曼做咗啲咩选择。咁喺第一至第七节咧，乃曼佢选择咗一个被医治，主题系被医治。乃曼系边个咧？圣经话咧，我哋翻翻第一节嗰度啊。圣经话乃曼系一个好尊贵、有才智、艺高人胆大，系亚兰王大能嘅勇士、军队元帅。佢喺亚兰王面前为尊为大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是亚兰王的心腹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但是圣经加了一个字，只是，只是这个乃曼长得大麻风，只是这个字不是指他美中不足，是指一个遗憾，是一个遗憾，是一个悲剧。大麻风可能是一个很笼统的形容，即不是指我们想的东嗰啲咁恐怖，成身又爛啊！聖經真有你講，成身係白曬，唔係嗰種爛風。喺呢個可能只一種比較嚴重但冇傳染嘅皮膚病。因為你睇下呢個嘅乃曼仍然可以打仗，係咪？仍然可以留喺屋企，佢唔使被隔離。咁所以我哋相信咧，佢呢種係一個可能好嚴重但冇傳染性嘅皮膚病。咁但係姑且我哋就用大麻風嚟繼續形容佢先。呢、這個大麻風影響得佢好緊要，令到乃曼大受困擾，以致他不惜重金長途跋涉去尋求醫治。乃曼一心尋求醫治，所以你發覺在短短的這一至七節聖經裡面出現了四次醫治這個字，如果連埋第十一節出現一共出現了五次，很特別的這五次、醫治、醫治、醫治，重複又重複的出現，可見乃曼真的很想自己被醫治。聖經說一個小女子，他不經意一句的說話，這個主母就聽在心上，於是就叫乃曼去尋求醫治。其實第一步知道自己有病已經很好了，承認自己有病已經很不容易，已經是跨越了第一個大步。然後第二步就找一個好的醫生，因為如果你找錯醫生的話就可大可小。我最近看到新聞，他指指美國有一個唐人的醫生醫死了三個人，就因為他很濫用這個的止痛藥鎮定劑，找錯醫生可以很大件事。於是第三步就是下定決心坐言起行去尋求醫治。知道自己有病呢是很重要的，是第一步。這個世界都有病，我不知道你覺不覺得呢？而你和我呢被這個世界感染著。這個世界有什麼病？
间，阿罗王咪写封信俾以色列王咯，因为先知系你包办噶嘛，你好揾个先知帮我医好我个仆人啦。当以色列王接到呢个 case 之后咧，佢好头痛，我去边度帮你医我嘅病啫？咁你真系又难我嘅啫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以利沙话好啦，你就将呢个咁麻烦嘅 case 转介俾我啦。咁呢个以色列王就求之不得啦，系嘛？冇眼屎乾淨，俾你就算啦。第八節以利沙咁樣講，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而第三節嗰個小女子都話：巴不得我主人去見撒瑪利亞嘅先知，必然治好佢嘅大麻風。咁第七節咧，個皇帝話嘛：我喜事神，能使人死，使人復活咧。咁而以利沙話：你將 case 俾我啦，意味住就係話咧，上帝喺邊度，真先知就喺邊度。以利沙佢選擇咗做一個真先知，佢唔做嗰個御用嘅皇帝包辦嘅先知。佢唔係話盲目嘅去聽從皇帝嘅指示，唯命是從，唔喺度拍馬屁。真先知係唔會以政治嘅角度嚟考慮一件事情嘅對同錯。真先知都唔會從自己係咪得到益處，係咪受愛戴，係咪有人歡迎佢嚟講啲鬼咁嘅説話。以利沙佢願意擺上自己去冒呢個險，去醫治呢個大麻風，服侍上帝，服侍嗰啲有需要嘅人。仲有呢個小女子，係嘛？啲文講到個小女子，原來呢個小女子佢係被掳嘅，去服侍乃曼嘅妻子。小女子當然可以成日喺屋企喺度自怨自艾，係嘛？嘆息，哀嘆自己命運不如人，際遇不如人。為什麼偏偏選中我呢？為什麼個個都不搶走了我回來呢？於是就在那裡自卑啊、自憐啊，一天在那裡哭啊、心灰意冷啊、孤立自己啊，覺得自己很可憐啊、身在異鄉為奴為婢啊，於是就認定神是不可信的，認定神是不真實的。為什麼我求了你這麼久你都不救我啊？為什麼你不派人來救我啊？你在那裡單單打打，起碼周圍的人在那裡放箭，傷害那些關心他的人，他沒有這樣做到。反而他在第三節跟個主母講，叫他去撒瑪利亞找一位先知。這個小女主母選擇到去自怨自艾，真的是一個選擇。他可以自怨自艾，但他沒有選擇這樣做，他選擇了一個正確的選擇。他沒有說唉是這樣的，這個世界很不公平的，於是就粉世疾俗，唉我們都是這樣的，有什麼不穩到事做，有些人不聽話，侍奉又不順利，組員又不好，於是我們就心灰意冷，覺得自己呢雖然胸懷大志，但不在這間教會裡面真是不值了，充滿不平。這個小女子她仍然認定以色列的神是一個真的神，她深信昔日先知所說的說話是真實的，先知的事是真的，於是她有一個很單純的心去接受去相信。至於她自己個人的遭遇，她都不知道為什麼，神都沒有給我解碼氣，告訴她為什麼這樣做，但是她就是這樣相信，繼續積極地活著。她沒有選擇去折磨自己，她沒有選擇去灰頭喪命，她沒有選擇去讓自己的憂傷痛苦成為一個無助來困住自己，她都沒有選擇到用別人加在她身上的傷害來折磨自己，她沒有這樣選擇。相反來說，她選擇了積極的生活。乃曼就是一個這樣選擇了去尋求醫治，而這個小女子就選擇了這樣的生活。至於她們將來是怎樣呢？這個小女子將來是怎樣呢？她自己都沒有去牽掛到。但其實做了這個選擇都不足夠，因為一個更加重要觸及她生命的一個深處的選擇她做未做，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說我們要選擇到生命的選擇，其實這個生命就是一個刺到你生命的一個選擇。我們試試看看第八節至第十四節，這裡乃曼做了第二個的選擇。當時阿蘭王的國勢非常之強大，他們所向披靡，難怪在他所寫的封信裡面是充滿了豐富的意味。我打發個仆人在你那裡，你要醫好他啊，口氣之大，可想而知是出了一個很厲害的君王之手。經文特別提到以利亞乃曼是帶著財物和功行去求醫的，財物當然就代表利友，功行
埋代表乜嘢咧？威逼啦，係咪啊？威逼利誘都加埋齊，呢次一定可以咧得到醫治啦。於是第九節，乃曼就一行人帶住兵馬，帶住財物，就嚟到以利沙伯度尋求醫治。但係咧，你發覺咧，呢個乃曼咧並沒有得到佢預期想得到嘅待遇。佢期望得到嘅咩嘢咧？起碼用一啲同我身份相稱嘅招待啩。雖然唔係話咧隔岸歡迎，係咪啊？卑躬屈膝，起碼你都俾個先知我見下，係咪？起碼你都有斟茶遞水啩。但係咧，不斷都冇，仲碰到咧成員都係灰灰。背後我哋可以睇到，但係佢唔熟嘅，
佢唔服氣，佢冇辦法選擇謙卑，好勝嘅懶眼吞唔落呢一啖氣，吞唔落呢一啖氣，其實更深層嘅問題喺邊度咧？係驕傲同埋歧視，驕傲同埋歧視其實背後係咩嘢咧？係自卑，係自卑。你有冇發覺自卑同驕傲係孖生兄弟嚟㗎？往往係同時間出現嘅。擺明嘅情況就係、是、我得到大麻風，令我好自卑，但我又唔輸得。哇！萬一我攞咗輸之後上嚟唔好咁點算啊？笑都俾人笑面黃啦，係咪啊？連先知都未見過，就見先知嗰個人，仲要指我做啲咁嘅嘢。我第日翻到亞蘭國，有咩面目見我江東父老啊？點可以咁樣做啊？面子嘅問題，往往驕傲自卑，就係、是、用自大嚟到掩飾，往往就係用到批評不明就裡做大肆批評，咁樣係最好嚟到掩飾自己自卑嘅一個方法嚟。你發覺好得意，第一節第七節係用自豪呢個字嚟到做主題嘅，但係去到第八節之後咧，到十四節咧就用潔淨呢個字嚟到主題。其實喺以色列嘅文化裏邊咧，醫治同潔淨係一脈相承，都係有咁嘅意思。乃曼會唔會跳落河水裏邊，讓佢身體得到醫治咧？乃曼會唔會將自己嘅自大自尊放低而得到潔淨咧？呢、這個係作者想我哋睇到深層嘅意思。好彩喺呢個嘅咁危險嘅關頭，有一個嘅仆人出現。呢、這個仆人同乃曼講咗一句非常之合理嘅説話。嗱，呢個仆人冇喺度托大腳，係啦，你係堂堂一個嘅大將軍，點可以喺啲咁笨重嘅河水裏面沖涼㗎？殺曬佢哋啦！咁樣將你嘅身份降低。嗱，呢個仆人冇咁樣做到，佢冇咁樣做到。相反嚟講，佢講啲好合情合理嘅嘢。佢話：父啊，如果先知叫你做一件咁大嘅難題嘢，你都一定會做啦，何況係啲咁細嘅事情咧？係咪啊？真係好合理，好合理。呢、這個嘅仆人佢冇督爆呢個主人，主人你驕傲啫，你自卑啫，所以你唔做。佢冇咁樣做，佢相對嚟講，俾呢個嘅主人一個好好嘅客台階，一個非常之好嘅台階，幫佢。唔好錯失呢個得到醫治嘅機會。佢冇直不甩咁樣道出呢個乃曼嘅問題。咦？啲咁嘅驕傲點得㗎？主人，你放低你自己啦，你冇咁樣做。你面子問題啫，佢冇咁樣講。你可以咁樣講，呢、這個嘅仆人只得佢一句冇乜特別意義嘅説話。隨口講一講啫嘛，甚至你發覺呢個小女子都係隨口咁講一講，冇唔好論佢有心又好，或者係無意又好，其實你有冇發覺佢哋都係做咗一樣嘢？佢行多一步啫嘛，係咪？佢行多一步，講多一句説話啫嘛。但係原來呢個行多一步咧，某個程度上係一個冒險嚟嘅。你可以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，萬事不復噶。我堂堂一個將軍，使乜你出主意啊？咁就啄咗你。係咪啊？呢個被兩個小女子啫嘛，女人之間講咩嘢啊？咁又鋸咗你。呢個行多一步，呢個冒險嘅精神，卻係得讓呢個乃曼得到醫治。其實佢可以拒絕咁樣做㗎，不做就不錯啊嘛，少做就少錯，多做就多錯嘅噃。你咁多事做咩啊？好生唔會有好報㗎。你可以你大條道，你可以唔咁樣做，但係佢卻係選擇咗。謹慎的冒險行多一步，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諗過你同我同埋教會都可以咁樣做？謹慎地冒險行多一步，你會錯噶，錯咪錯咯，你唔使死嘅，反正你得救咗啦，係咪？錯咪錯咯，唔緊要嘅，謹慎地冒險行多一步。其實面對教會嘅叩求咧。或者墨西哥的聚會都是要謹慎地冒險行多一步，不得的，這麼多錢已經算罷了，是不是？說出來給人笑不好，那你就不要行多一步咯。
嗰步，拉曼就得到医治。你嘅谨慎地步点行多一步咧？教会神俾教会嘅使命咧，或者神嘅使命咧，就可以成就。第十四节，于是拉曼就落去约旦河度去冲凉七次。嗱，呢个下去咧就好冤枉嘅。当然实际上嘅环境喺个下去咧，因为河水嘅水位系比陆地低，佢一定要下去佢先可以冲到凉。但你一個下呢、这個下面，你嘅意思就係話佢願意謙卑自己，佢願意謙卑自己，於是佢願意接受呢個吩咐去做呢樣嘢。謙卑同自卑咧就好唔同。一個謙卑嘅人係能夠接納自己、正視自己，將自己係睇得合乎中道嘅，呢、这個叫做謙卑。乃曼要得到醫治有兩個步驟，第一個唔係醫治大麻風。是醫治面子的問題，當他的面子、當他的驕傲能夠被醫治的話，當他的歧視、當他的鄙視能夠被醫治的話，第二步他的肉體才可以被醫治。你想想是不是？如果他不肯放下他自己，他就不會落到河水裡面。心靈未被醫治，肉體的醫治就難一點。選擇尋求醫治不難，但選擇要謙卑，丟低為自己度身訂造的面子咧，就好難，就好難。因為當你要丟低你的面子，當你要謙卑的時候，其實你就係容易睇到自己生命黑暗面的時候。我哋唔敢，好多時候我哋唔敢面對我自己，所以我哋好怕靜，我哋好怕。自己看到自己裏面的東西，可能我的程度上面裏面太多垃圾了，太多污穢的東西，你都不敢面對。但是更加難的就是在後頭，是一個生命的選擇，是一個敬拜真神的選擇。第十五至第十九節，在這個時候乃曼已經不再自視過高了，他都不再共通一切，他不再認為阿蘭過著河水比約旦河的河水清澈，他再都不再認為自己幾時咧都比人叻。乃曼他而家願意站起先知嘅面前，呢、這個站起亦都只是佢態度上嘅改變，係願意聆聽、願意謙卑、願意等候一個咁嘅態度。佢嘅經歷讓佢寫咗個服字。他更深一層體會自己的不配，先前他充滿歧視，先前他看不起以色列的河水，先前他對以色列王呼呼喝喝，先前他對先知充滿憤恨苦結，現在他經歷到神的憐憫，他發覺神不再斤斤計較他的自大，神不再斤斤計較他的偏見和歧視，恩典他可以落到他的身上，让他能够得到被医治这个生命的更好的转变，让他这个遗憾成为他生命里面一个经历神一个特征。 这个时候的乃曼再不是骄傲有偏见，再不是傲慢，竟然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因为他发觉自己蒙了上帝的怜悯，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配，他觉悟到什么是真，什麼是假，他覺悟到什麼是非同小可。或者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去看一個故事，其實這個故事的寫作手法都是作者一個很高明的地方。第一節到第七節，作者用醫治大麻風、醫治這個字來代表當時亞蘭王、亞蘭國的文化和世界是什麼世界。他們用功行、財物、威逼利誘這些方法來牽制他們的鼻子，就連以色列王都是被這些功行、財物來牽制鼻子，就他呈現的當時亞蘭國家的人，他們金錢掛帥，他們是物質至上、權力至上的這樣的生活方式。但來到八至十四節不是再用牽制了，是潔淨。潔淨是以色列人一個非常之好的文化，是先知起西奈山裏面神給他這個頒布，是先知的思想、先知的方式。
嘅係我哋喺神面前嘅謙卑，係神嘅掌管，係神旨意嘅世界裏面，再唔係一個物質嘅世界，再唔係一個用權力就可以話事、就可以主宰一切嘅世界。八至十四節嘅潔淨話俾我哋聽，由醫治到潔淨，由醫治到潔淨，到醫治潔淨嘅神，到醫治潔淨呢一個真神。所以第十五節同埋第十七節，乃曼佢咁樣講：普天下沒有神。十七節，不將獻祭與別神。呢一次嘅經歷有乃曼喺心裏邊一個好大嘅發現，讓佢再次回起，究竟係亞蘭嘅政治世界啊，定係先知嘅世界裏邊咧？原來事情嘅對錯已經唔係再有佢以前嘅標準。原來相信真神嘅世界係另一個世界嚟，相信真神嘅世界對事物係另一個睇法。乃曼喺去以色列之前，佢只係希望佢嘅病得到醫治，一切可以回復正常。但係當佢身體嘅醫治之後，佢發現咧另一個問題先出現，另一樣嘢先係更加大問題。因為喺佢生命上面多咗一個掙扎，喺佢生命裏面多咗啲疑問，佢唔能夠唔處理呢啲嘅掙扎，佢唔能夠唔處理呢啲嘅疑問。以色列國有神同在嘅生活方式，原來同佢喺亞蘭嘅生活方式係非常之唔同。原來一個有神嘅人，當佢要相信呢個真神嘅時候，呢個嘅真神係讓佢嘅工作上面係有壓力嘅，係讓佢工作上面係得到會有衝突嘅。原來敬拜嘅真神喺佢心裏面係讓佢有困難嘅，但係佢又唔可以唔處理呢一樣嘢，因為明明得到醫治係一個鐵一般嘅事實，所以咧身體得到醫治先係大禍。只是真正要處理他生命的問題，事情真的峰回路轉，以為醫好搞定，原來醫好才是問題的開始。你可以這樣說，這是作者很幽默的寫作的技巧。第十五節，他說我如今宣告，除了以色列的神之外，普天下沒有神，是一個很簡單很清晰的一個信仰的宣告。約旦河水沐浴的七次令他心願成佛，以色列的上帝令他深信不疑，先前和先知的嚴苛現在冰釋了。他家帶了禮物，一個禮物來到先知的面前，不是再弄功行賞了，這些禮物也不是再威逼你了，而是感恩。你發覺他的用途、他的動機就很不同，是他自己因為內心裡面的轉變，以致他做事他的動機都轉變了。第十五節記載他先知乃曼帶了禮物給他，但先知拒絕不要。你有什麼那麼簡單，有什麼那麼重要，就是不要就不要咯，還要多次提我不要。但是當你要看回列王記下，列王記下第四章的時候三十八節，你就看到不要這些禮物就真的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因為當時正正是以色列人一個驚慌的時間，以利沙要這些禮物有一千條的理由，我不是為我自己，我為了我的先知的門徒，我為了以色列人他有啖好食，他可以用這些堂而皇之的理由來接受這些禮物，但他就偏偏不要，他偏偏不要。為什麼？因為神的恩典不是交換的，神的恩典不是叫價的，神的恩典都不是要我們有利可圖，神的恩典都不是要我們炫耀我自己，因為我幾個人要求想跟人家鬥禮物。這個就是真先知的本色，這個就是真先知的本色。弟兄姊妹，侍奉神最重要的是叫人認識神，叫人透過你委身於神，不是要你在這個節目裡面你得到什麼利益。如果你想想我出年做組長有什麼益處的話，有什麼着數的話呢，這個就不是侍奉的真本色，這個就不是先知的本色，這個就不是侍奉神真正的意思。如果你侍奉上面要斤斤計較，看看我有多少個蝕底你才去侍奉的話，那你就不配去侍奉神。乃曼這個信仰的宣告不單止是停留在他口頭上，他是做言起行的，他是用行動來證明他這個信仰，因為他深信回到自己國家
己打神，他知道自己会面临这个挣扎，但他又知道他不应该再拜这个假神。他知道他经历这个真神之后，也都没人会逼到他再拜这个假神。但事实上在他的工作里面，他有这个灰色的地带，有这个试探。因为释经学家告诉他，可能因为个皇帝年纪老迈，他去拜假神的时候，他需要去搀扶。你知道搀扶你不可以供个皇帝的嘛，你一定要给个皇帝。咁另外可能佢哋因为要出去打仗，咁打仗之前咧就为嗰啲神明佢哋做啲嘅礼祀啦，又甚至可能为国家祈福，佢哋就要去到呢啲嘅庙里边。唔系乃曼自己要拜呢个假神，系因为佢工作嘅需要，佢有呢啲嘅灰色地带。乃曼知道佢有呢啲嘅灰色地带，佢唔知点样做，于是佢就求问先知伊利沙：我咁样做得唔得嘅咧？合唔合嗰个基督徒嘅体统咧？佢向伊利沙求饶恕。伊利沙话：你平平安安就翻去啦。意思就系话咁样系冇问题。喺到呢一度，乃曼佢真正得到医治，佢真正得到医治，佢身体上嘅大麻风得到医治，佢心灵上嘅自卑、自大、歧视、偏见得到医治。他属灵上面都得到医治，因为他选择了敬拜这位的真神。他认知道当我们要全心全意委身于神的时候，在我们生活上面，在我们实践上面，是很多的困难的，是很多的困难。但是当你要全心全心委身于神的时候，是意味着你的生活里面是有挑战，是意味着你在工作上面很多的挣扎。但是你好像乃曼这样为你的信仰设立一个底线呢？你有没有为你的信仰在生活里面设立一个底线呢？在你事业上面很多的难处，在你人际关系上面很多的挫败，你没有因为这样在信仰上面设立一个底线，你怎么都不会过这个底线。我点都唔会唔翻教嘅，我点都唔会唔灵修，我点都唔会灵威神。呢个系个底线啊！你有冇设立底线先？你嘅底线又系乜嘢咧？喺困难嘅日子，喺你低沉嘅日子，喺你面对人有试探嘅日子，当撒旦向你招手嘅时候，你系咪能够站得住咧？又或者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日子，有没有人在你身边去守护着你？有没有人在你身边帮助你守护着你这条的底线呢？求神帮助你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知道在信仰上我们的软弱，我们需要依靠祂。求神给我们做一个精明的选择，选择得到医治。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的疾病，当然我相信这个不单止身体的疾病更加要医了，你心里面有什么的疾病，请你选择让神向你医治。你都求神让我们选择，我们懂得谦卑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让神去掌管我们。更加重要的，请你选择敬拜那个生命的真神。你说你选了路，你不是真的有选择，我想你自己才知道。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会知道自己是真的选择过敬拜这位真神。因为这位神真是唯一的依靠，除他以外别无其他的好处。因为只要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，你才发觉你能够活得精彩，你才发觉你的生命是有力的，咁你先去爱主、爱人、爱你自己，咁你嘅生活先会灵验到神。而我哋面对新嘅一年，就要开始你能够做到呢个精明嘅选择。要我一齐祈祷。我希望呢段时间里面，你可以好好嘅面对你自己，让自己安静落嚟，睇下其实你心灵里面你嘅挣扎。
你只是要做一个选择。无论你的选择在你人际关系上面，在你的工作上面，在你同子女的关系上面，甚至在你同你的配偶的关系上面，在你的信仰上面，在你的侍奉上面，神今天告诉你，你要做一个选择。你怎样去选择呢？每一个选择都有后果，后果是我们自己的承担。错误的选择可能带来的是片刻的欢愉、片刻的享受、片刻的舒服，甚至是片刻的逃避。但是这些过后，你仍然要面对你生命真正的问题。就或者让我们现在做到这个精明的选择，选择回到神那里，选择让神叫你谦卑，一生一世让祂的恩惠慈爱随着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